你要龙虾，你要龙虾他们没有，你要去上网。现在很贵啦，龙虾。我那天我问高雄的老板，他说，那个龙虾进货价就一箱的价格就差了3000块到4000块，他根本不拿了，算了。以前还会进个龙虾让客人开心，那现在都进下来了，龙虾进来大概都要自己吃的，那客人绝对不会买。有冒着？你要在9月1号，你要在丰原，天气在阳光。所以三里路我嘛知影介绍。应该是12:18安尼，安尼知影12:18。啊，四我都唔知啊，四我唔知。四楼是借的。对啊。啊，看概念。啊，你三你嘛知啊，你嘛知计小啊，12:18。工程刀。龙虾现在我看一下，最近脸书直播有在拍卖龙虾吗？我比较少看到，最近我记得那个脸书直播都在那边炒什么牛肉，什么1855板腱牛肉都在炒这个啊。怎样子啊？你有在炒别的啊？那丢丢妹不是在跟那个冰仙在那边一直吵架。第三岛，你们应该知道吧？丢丢妹跟那个冰仙一直在那边吵，有没有？这边我弄你，然后你弄我，我弄你。哦，冰仙也不甘示弱，就会回呛。然后丢丢妹也会做一些反应。整款有啦，脸书他们。这两个现在蛮大的啊，什么水产教父很大啊，然后丢丢妹啊，冰现在正在集体直追啊，然后什么白姑娘、灰姑娘那个我就比较少看了，现在我就没看了。我会去看他们啦、啊，我会去看那个，因为。我都很好奇他们的人数怎么来的，很难呢，脸书那么多人很难呢。修理啥？修理没招。礼拜四啊，跟在哪里？人家做水南。人家做水南。上礼拜有去。他在水南。水南很贵。啊？水南很贵。对啊，最大的，跟建筑一样大。水南很贵。隔礼拜，隔水南不能只能住礼拜四吗？那不是。因为高价，我也没差。没有水南。当天也很严重啊。可是水南，我记得是平常日跟假日要一起住对啊，他有的都要那个。你不能只住假日。对啊。
米峰 Hello， 米峰 Hello。因为哈、哦、有脸书这边的讯息，它都没跳出来，所以我看不到。我现在才看到米峰跳出来而已。不好意思哦，脸书这边那个讯息没有跳出来。我现在才看到米峰跳，米峰说去 YouTube 看阿布比较回那边，我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脸书这边都没有跳讯息出来。因为我换了脸书这边换了另外一个粉丝团子博，因为原来那个粉丝团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有一些问题，原来比较大的那个粉丝团就出问题，我就换另外一个比较小的粉丝团。可能我这个脸书这边的直播它还没有完全开通我所有的功能吧，我也不知道。像我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脸书今天没有人留言。你说你跳来 YouTube 干嘛？你是真正明仔载要选啊，不是啊？你是真正明仔载要选，不是啊？不可能，啊！因为公园的龟卖板，我就困啊。冷不会爆哦。冷不会，乖哦，乖哦，所以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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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一七八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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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点半，今天好处就是不会热。今天的好处就是天气不会热。
对。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老板在后面啊，在那边啊。哦，对了，要跟你们讲一下，我大概四月的时候买了美金嘛，那时候已经从28涨到29.3了。然后那时候我买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啊？你为什么不在28的时候买，你要在29.3的时候买？然后说还会涨，他说，然后就有人跟我说不会啦，但是再往上去29.5就差不多了，然后就买下去，然后今天30.5。差很多因为就这样子趁着这一波美国疯狂的在那边升息，然后我们就把它放着，就不用管它，它就这样子往上跑。然后接下来的话，到明年中吧，可能明年的二月三月，明年的二月三月美元应该会开始。就会告一段落，但是明年的二月三月会到哪里？不预测立场，我们通常不预测立场，就看美国的态度。他有时候就是不能不信邪，所谓买这种东西就是不能不信邪。哇，我等不起，也够气，他就涨给你看；我等不起，也够热，他就继续跌给你看。你觉得他不会，你就不信邪，他就越往那个地方走，是这样。会起早，而且我不会说那边感觉，我都是直接去跳进去买，直接跳进去买。你有进去在里面买，你有赚到钱才是真的。最后在那边讲说，早知道我就去买，那个都是假的。苏凡达，好，这个等一下啊。哦，又早，我现在知道又是谁了。又早安。大袋子旁边，这是八吧？八。亲个招。对了，我问你们哦，你们早上会去听人家那所谓的财经专家去分析说今天的重点的一些数据，你们会吗？我是会啦，我会在8点的时候会去听，听说最近大概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什么东西有在变化啊，我大概听个5分钟。不是股票啦，那个我最近也没有买股票啊，
就是你要知道说为什么通膨那么严重，然后我们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因为我老实跟你们讲，我一直都举一个例子，这十年来我最成功的就是买石油。我每次每两次石油低于925000低于20块的时候，我都有进去买。那时候新闻都会是说，啊，现在石油好便宜哦，现在加油好便宜哦，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出去玩。但是我的想法是，这么便宜，那你们为什么不现在去买石油基金呢？因为它两年后就会回到925000一公升30块以上了，到时候你们就会干干叫了。那你们不敢，为什么手上没有钱的话赶快进去呢？我两次都有买，啊，两次都成真了。的建中早安。吴国瑜。像我妹妹就是属于那种很保守的，我妹妹很保守，她手上全部都是现金，她连买房子都不敢。有什么？鲍鱼。还有。老王我有看，红野我有看，然后我这上个礼拜看 CG 的，可是 CG 看一阵子以后就觉得没有什么， CG 都在讲那个心态，他讲大家就是在成那种最极端的状况。老王不错哎，听说老王不错，老王会教很多东西。吴国宇销路好，因为大家一般人都喜欢吃吴国宇啊。早就直播了，桃园在，我给你500好不好？一个小时前就直播了，多嘞，进来看看多少。桃园已经直播一个小时了，已经超过2天的大家都没过期啊！桃园是昨天没那么厉害吧？啊，不干净的人。请问是宝大吗？声音不像。什么意思？建中，你是说桃园吗？桃园是我弟，没错啊。我一边讲。桃园，我早上我弟有在开车啊，是他没错啊。
比较好弄。